因为周军给我的回答让我觉得他太高冷，在以后的相处当中会不太容易相处，所以我会选择吴一裳，因为我觉得他的性格会比较适合我。其实呢，我还是第一眼看到吴一裳会比较喜欢一点，他的话呢更加的有一点小女人的感觉，可能符合我的一个标准，想要去保护啊，充满保护欲的这样的。好，女生小陈。配对的时候，两位男生都选择了我，我当时其实蛮惊讶，因为我感觉，应该会，我以为，王超要去抱周军的时候，就感觉应该他，蛮喜欢他的吧，不然怎么可能第一次见面就会选择抱他？然后我当时就知道他们俩，我当时以为会觉得没有，应该没有男生会站在我后面。然后他们两个都站在我后面的时候就有点被吓到，当时感觉有点失落吧，跟想象的不太一样。现在吴一裳可以进行反选，是就对不起啊，我还是比较想要找下一个啊，就是你啊，就是你啊，就是你啊，对不起了，对不起了，回去慢慢聊，回去我们慢慢聊。当时选择了王超是因为感觉他还蛮是我喜欢的那种理想型的，然后觉得陈伟吧可能比较偏大叔的类型，感觉王超比较像是那种阳光型的小鲜肉啊。说实话心里还是有点小失落的，因为毕竟是被自己第一眼喜欢的一个女生给拒绝了。好，陈伟和周军自动成为一对。希望号码后四位是多少？然后你要拼一下，就是你眼神里充满了羡慕嫉妒恨。对你也有一身怨气，我也有一身怨气，有吗？当然没有 ，Of course。这样我们就可以打败他们，就 OK 了。我觉得可以，赢他们。我们都实力派。对，赢他们，你也爽，我也爽。我帮你报仇。OK。下面的游戏由两位女生进行 PK。姐妹饭，你会赢的。你怎么不 give me five? Fiv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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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 两位女生对对对分别骑在同车上，驱车前进的同时，努力扯下对方头上戴着的袜子。头上戴着袜子？你在逗我吗？我能不参加这个游戏吗？那我们只能接受惩罚，这很可怕。我头发比较丝滑，应该会比较好拽。我觉得为了我们的幸福。你今天必须得赢，就我不太玩，不玩游戏，可能让你失望。拽他就行，还是要用暴力就行，还要在小车上。没事，我的战车是林志玲，你知道吗？超级强。往前走，往前走。放手！我没有用手，没有用手，没有用手，脸快支撑不住。太尴尬了，就是作为一个女生，我觉得不应该去玩这个游戏吧。我当时特别想放弃，但是毕竟要尊重游戏规则。就是我让你们的，知道吗？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不要太开心，我会赢过来的。你们太狠了。获胜者，周军，破男称号袜子撕裂者。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周军和陈伟。将乘坐我们的专车前往酒店品尝豪华午餐，拜拜 Go come on、啊、我想知道惩罚是什么，这里有专车、OK come on、啊、好累啊，上车休息，豪华，他们只是暂时性，他们受伤不了多久，就只是暂时性的，加油，拜拜，感谢我们吃饭去了，王涛和吴一裳将会获得我们的低碳环保自驾游，你们的午餐资金就在车上。好心酸，好像比我们刚才骑的辆车没关系，下回再接再厉。我们的午餐资金，没有碳环保就要提倡环保生活啊。这个吗？打开存钱罐，里面有50个1块钱。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，因为毕竟50块钱。
虽然看起来少，但是可以给我和吴一莎不一样的感受，不一样的经历。好歹50块啊，太有钱了，我们是土豪。对啊，买辣条。王超与吴一莎方才骑车出发前往镇上觅食，获胜方陈伟和周俊的专车却已抵达了酒店。Come on， 到了吗 ？OK， 哇，果然待遇就不一样啊！太赞了，感谢我好吗 ？OK OK， 好吗？必须的，必须的。感谢我，不知道那两个录的现在怎么样？他们两个的话，豪华自驾游有没有？自驾游，自驾游，他们一定还踩得非常的。哇，太棒了，真的。好，受宠若惊啊 ！Hello， 欢迎获得八亿元舒芬城酒店，两位里面请。这么豪华，来，我们走。赞不赞？赞！太棒了！哇，超多了吧？这都是我们两个的吗？是的，这是我们酒店。这么多？我们准备的美食。就是我们两个太赞了，吃这么多。是的，你确搞定吗？你确定你能吃得完吗？哇，赚大发了！我绝对可以，你可以吗 ？OK， 我们一起努力把它吃完，不要留给他们。他们肯定很惨啊，50块钱是什么？50块钱吃碗面都不够吧？够吗？我觉得可以自拍一下，然后对，刺激一下他们，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发给他们。OK， 这算账不敢相信，简直太拼了！我们要不去吃那边的古镇人家吧？古镇人家？你在开玩笑吗？那门面一看就很豪华，我们当然是吃鸡香鸡土菜，好吗？那我们真的要去点两个土菜吃吗？我们全身上下只有50块钱。好吧，那走吧。对，挺像我命来的。哇，如一莎，不是吧？还挺文艺啊。你竟然刚连我名字都不知道。这都好贵啊。点一个菜我没吃过，50块钱的就是那要50块我们肯定吃不饱。对啊，要不老板娘我们商量一下，就是我们50块钱等会给你，然后多出来的部分我们能不能就是通过什么刷卡那个之类的来抵押，他凭啥牌子来抵押自己啊？对啊，你可以试啊。可以啊，我比较勤劳，毕竟是男生嘛。行，反正你们俩也吃不了多少钱，就直接60-70块钱差不多了。一个盘子1块钱，一盘子5毛钱。5毛？这能刷多少个盘子？没事，行，5毛成交，咱们吃饱点就可以了。啊，对。那要不怎么来点菜？咱们点一个酸菜鱼吧，酸菜鱼是？哦，可以。然后再来一个西红柿蛋汤，对吧？加两块。再随便来炒一个素菜吧。行，可以吧？那就一共3个菜，行，对吧？那我们等会儿这多出来的部分就上盘子。哪分牛肉？老板娘真好，谢谢老板娘，谢谢老板娘，再见。就感觉王超这个人应该还是蛮有责任感的，因为他，我们经费只有那么一点点，但是他怕我们会两个人吃不饱，然后他还想出了一个办法，然后我觉得他应该还蛮有担当感的。他身高有多高？你不是说你做那个模特？你猜，你看我有多高？1米估摸着应该1.85米。裸身高1.83米，但是你如果想穿上个鞋就1.85米，加上个头发我就1.87米。你要哪一种就可以满足。那你一般接什么活？就是一般走秀还是？走秀那个餐厅，我一般就是拍平面。然后正好1米8几才拍平面，正好拍啊，因为像我一直都想再长高几公分，因为正好去一米八几的话，1.87米走 T 正好。哦，对。但是我稍微矮了一点点，所以我一直是心愿就是再长高一点。你是哪边人？我浙江宁波啊。浙江宁波，知道吧？知道，听过，但是之前想去过，但是一直没有去。哎，那你是哪里人？你猜。江苏的吗？对啊。然后再猜。就这么猜到江苏那么大？南京附近啊。南京，镇江。镇江附近啊。镇江附近，扬州啊。对啊，哎呦，还挺聪明啊，没看出来。比较好。没看出来。所以现在在南京是租的房子还是自己住？跟朋友一起合租吧。本来就是从外面过来，然后就在一个人的话会超级难受。再加上工作上压力很大。
但是我觉得跟别人合租真的我会受不了别人。可能男生跟女生不一样吧。像我就喜欢比较一个人住啊，我会觉得跟别人一起挤会很多方面会合不来的话，会过得特别压抑，特别不快乐。自己一个人会比较随心所欲一点。啊，那一个人住难道不会孤单吗？有是有一点啊。看你手长那么大，对吗？越长大越孤单。为什么手长大就会越长大？你难道没有听过一首歌吗？就是牛奶和咖啡唱的。哦，就那个越长大越孤单。我去，这个梗你真的是。你为什么来参加这个节目？你爸妈逼的吗？不是啊，就是感觉没男朋友啊。我是被我爸妈逼的来的，他们就一直说。你爸妈很着急吗？对啊，他们想抱孙子啊。哦。怎么办？这边厢，王超和吴一商终于见到了他们的午餐。那边厢，陈伟和周俊已然吃得不亦乐乎了。那你对你以后这个男朋友也好，对象也好，有什么要求吗？孝顺，长得帅，有品位，不能有家庭暴力，要有爱心。对，还有一点男的活的。我很确定我是男的，我很确定。活的，活的很活，很活啊！骑个小自行车可厉害了，对不对？你好衰了，你好意思吗？你又不是第一名，你都输了。衰了才说明是我是活的嘛。那个没摔的那个，没摔的他很机智。你想拿坏话，我记住了，我要告诉他。王超，你看不到这一段，你看不到的。哎，还好老板娘在拿着热水给我洗，不然我的手就冻没了。你这不是废话吗？冷水能洗得干净吗？我以前在这都拿冷水洗啊。无论是自食其力刷盘子换来的土菜，还是酒店提供的豪华午餐，四位选手均心满意足。午饭过后，换上泳装的他们在温泉中迎来了新的挑战。欢迎你们的女伴泳装亮相！哇！哇！哇 ！Oh my love, baby！ 哇！还有啥水啊？老婆吧，这专属哪里？你好，再次见面，非常荣幸。谁啊？马甲脱了。蛮惊艳，因为他在户外的时候穿的比较臃肿，然后化完泳装出来之后，一眼看上去很蛮惊艳的，身材很棒。哇！哇！哇！耶！欢迎，终于回来了。对，你们吃的好。不要太爽。对啊，我们两个好像上午就有点晕车，而且过去的时候有点晕车，司机师傅开着车带我们过去，但是我们有点晕。看见没？这个过去我们一路吹的风，对，我们吹那个风可爽了，冷风吧。真喜欢了，感受多么浪漫，晚上你们。这现在可以这三爽的。老婆，我喜欢温暖。我们就是喜欢这样。那下午惩罚可能会更严厉。反正名字你们是不是帮我们说说吗？我有六块不太明显的。你真的吗？想看八块是一块。他其实有十块好吗？加了军机。哦，你真的有是吧？那你们自动退出吧，底下的游戏不用玩。哇，又不比身材。这个游戏，难道这是运动性？不比身材，运动型男神，你们还要比吗？怎样？你们还要比？还想跟你一比？看我们上吧，退出吧，看我们上午退出吧，看我们上午的遭遇，绝对不是随便站起来就可以了。下面我来宣布一下今天下午游戏的规则：每对情侣自行选择出一位，在温泉中憋气，另一位利用憋气的时长，在鹅卵石板上。鹅卵石，那不是痛死啊？是石头，跳什么比较疼？我跳就不行了。那你跳完之后，屁股，我皮厚，我还行。想那就跳。那你憋气，你只要憋了超过30秒，我们就。就憋到快要死的那一刻，我再。对，你就起来就行了，我们就肯定没用。三用，是不是？相信你。给你看，死念。就我憋气，就一定是一两个小时起步。那我一定啊！但是你得来捞我，还是要不你来憋气？okay, 你能憋多久啊？憋气啊，我肺活量
你先吧，你又在吃牛肉，又在吃牛肉，我都不想听。对啊，我跟你说，就把那水喝光，你都不可以起来。对对对，因为不正常，我就喝水。对，你是水牛吗？渴吗？再吃点盐去好吗？小黑，等会再来这个游戏。喝肿了，那个床就下不去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所以你们决定是？我跳绳。我来憋气。因为当时卓君说他没法完成憋气，他这个肺活量比较小，然后他也自己开玩笑说他憋气会出人命或者怎么样，然后我就想稍微照顾一下。我跳绳，我憋气。因为在游泳池上跳绳脚会很痛，我是一名女生，所以我会让他去憋气，即使他憋的时间有点短，但是我有信心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超越那一队而获得胜利。卓君加油！我憋气的时间是比较有限的，但是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多跳啊！预备。